林湘 in the house。我们第一趴是回头是要性感的，没有，这个鞋子有点太大，我怕会跌倒。脱鞋子。哦，好。这真的太大了。算，还是你手拿鞋子。Oh my god！ 好香哦，怎么办了？这些动作都好老，很老派哎。没有，这就是很实用啊，性感就是会配上一些这种绕头，对，就是甩发，甩发，然后扭身体就是必备的嘛。对对对 ，OK。走性感路线是为了什么？其实我们家的个性比较偏开放，就比较不管我穿着。我是到这行之后才被发现大家觉得我是性感的形象，就平常就是喜欢穿细肩带小短裤，只是因为舒服而已。嗯，所以你们全家都穿这样？就是我妈，爸爸也是，爸爸没有，是我自己，爸爸也穿那个超级细跟高跟鞋，然后在那个抽烟看电视。纯欲系的爸爸，对，纯欲系的爸爸没有啦，就是我们家比较开放，然后也比较不管我的穿着，所以我才会自己想穿什么就穿什么，然后到了这一行才被发，就才发现大家定位我是性感。嗯，我觉得林湘今天不用换了耶，可以了，我可以再更清纯一点点。这个比较那种成熟一点。嗯，那你的那个纯欲的那一套鞋子的 size 会对了吗？会。太隔太远了吧？请问这双鞋你是跟谁借的？隔太远了吧？好像是跟那个上一场的来宾借的。哦，赵哥啊？是吗？对，今天忘记带鞋子，大到很离奇啊。那准备循环了吗？好，期待哦。好，纯欲林湘。OK， 来示范一下纯欲整套，让你跳你那个什么舞哈。好，纯欲的，来来来，可能我看一下有没有三个字，小毛利好。哇，好好哦。你要不会小毛利哦？为什么？因为要三个字啊，比较顺。快速客也是三个字。哦，好，快速客。啊，算了，小毛利好了。这个。我也叫徐弟啊。不要叫，给他两个叫。极喜欢徐熙娣，好可爱哦！谢谢你。好了，我要去吃乌龙便当了。